是小哈哥跟萱萱姐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联谊过了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不要脸！而且哈孝远他其实他很黏我，我这不是要炫耀哦，也不是什么的哦，他真的是没有朋友，我去哪里他都跟我，我做指甲他也要跟我，吃饭也跟我，你都跟着我，哪有什么好要付钱的？他要守着你呀，姐妹的聚会他也要跟。会不会你只是他的马前卒呢？你一边在做指甲有没有？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他在看别的甲哦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不辣甲，不辣甲。台中有一家美甲店，那个这美到爆了，跪求在那陪人家做我都愿意啊。穿那么低胸，然后完全啊做指甲，旁边那男的口水已经蔓延到全身了。哦，说真的，他去的那一家美甲店，那个越南新娘真的蛮辣。哇，你有在看？说的这种，真的啦，哇，哎呦，好丈夫哦，去买菜。各位仔细观察哈孝远的裤子，现在是宽的。啊，是宽嘞！天哪，哎呦，邂逅啦！哇哇，买菜还能邂逅哇！啊，紧紧是不是紧扣？冲动，好愉悦，好愉悦啊！看哪里？他这个视角真好。小鸟依人哦。哇！哇靠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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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呦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呦！啊，被打晕了。他戴上头套。被绑架了，糟糕！哇！哇，子慈的身材也未免太过分了。第三个。Oh no！ 哇，有参加，他在压，他在压，孩子。哦，哎，先把他抖起来。孩子俯瞰萱萱来压。小哈放宽心，放宽心。哎，这个总经理招待，哦，哇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王婉儿，借我压一下，王婉儿，我也没礼貌，借我压一下，借哦，好多了，当然，今天这个表演呢，堪称精彩，经典经典。我们刚刚看他们这个表演，只是那没话讲，那当然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后来跟这个小哈在蕊这个稿的时候，说我们如果就喜欢的艺人或干什么这样，他自己讲了以后说，我觉得子慈什么？他子慈是我个人的性幻想对象，是我个人的性幻想对象。我不是这样讲，我是跟你讲说，我希望子子来对我指指点点哦，指指你的点点，指指点点。现在讲什么都是对的。那个廖崇彦老师，我站在这边我已经也快受不了。你站在这边，刚刚这个重口味的，刚而且可以很
很肯定的是说，刚刚这个你好强，你是动美的过头，真的动美的，真的动美的，真的是我在爽还是你在爽？小哈哥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的一直有在压抑，真的。而且这个哈，可能他一直心里面有狂念这个佛号，但是到了最后那个重口味的来了，胸部那一招，我刚刚有特别注意，那个真的。波涛汹涌冲上去了。其实第一点，不会，妹子，只是你不要加码，不是受到什么咒语控制。刚刚哦，刚刚最严重的一点，就是刚刚他手举起来，两个人这种十字紧扣。哦，对对对，对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一般人不着痕迹啊，像我这样就是不行。哎，怎么了，高大哥？高大哥吗？一直见你坐，一直还是小哥？不用，你那么高，你坐。我做你的膝盖就可以了。哦，没事。这个余温也要来来，真的。宪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刚出道的时候，就是小哈哥跟萱萱姐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联谊过了。也是在综艺大热门。那一次你妈妈也有来。对，我妈妈特别挑选的。我那一次有答应你妈妈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结果没有。但是因为我老婆萱萱，所以就是因为变萱萱介入的电话。哎，他头上应该带一个愤怒指数啊。现在应该破到表了吧？我们的阳台了。下次也可以带一下。各位，既然受测人完全放风，请问萱萱，你心中有何感想？哇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讲我就好了，不要讲侄子。我说你，我是说我。对，他说你而已。你还在老婆面前护着别的女人？天啊！大忌啊你！而且你每一段都破表哎，都超标哎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你啊，所以我就一直破表。我想的都是你。他现在想啊，慢慢想啊。他现在就很低，现在超低的，超低的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话了？哎，真的，突然你们两个一讲话，怎么你们一四目相交就变好低，跟股票一样到谷底。好，哎，最破坏人家感情的反而是这个脑波，对啊，这个很难啊，最诚实啊，很精准的。而且宪哥，今天哈少远他痛风发作，哎，他在那边扭来扭去的嘞，刚刚一走路一摆一摆，现在好开心哦。所以有啊。所以因为他痛风啊，所以就让他尽量不要动，都他们在动。我现在不站起来是因为痛风，不是别的，不是爽到中风，对，不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哇，子慈今天的表演真的让我们感动，真的，谢谢。对，他舞蹈真好，后来才知道你这腰花是这么漂亮。腰花，腰花，腰花，女生腰痛腰花。哦，不行了。宪哥最受不了就是这一段，谁 Q 谁到腰的这一段。我看女生重点是这一段，这一段。哎，脸长怎么样？我不是在乎。你要确定，也很漂亮，也很漂亮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谢谢两位的表演，先离开案发现场，圈。再暂停，因为我看不下去了，萱萱。我这个视线过去，好像他们两个联谊成功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他走心啊！你也他糗以后，他从头到尾没有在看台，他一直在瞪我。他刚开始跟我在嘟嘴什么的，哎 ，too late，OK。too late， 老英文真的是走心嘞。没安利好，好，那个是小花这样干的。来，重演，你坐前面。坐，他等很久。谢谢师傅。什么意思？校园，校园，哎，萱萱更生气，再傻也要换呐，换，请各位先换不换？你讲啊，他差一点心跳反射，差点被猜到了。